于转过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Anson， 欢迎来到 Anson TV。 就如你一刚开始看到的那样，我落枕了，所以呢，今天 Anson 就要带大家去到西门町一家我很常去按摩的地方，去好好按一下我的肩颈，因为平常剪辑影片的时候，都固定一个姿势太久了，就会变这个样子，所以我很常去按摩。而且今天不会只有我一个人，究竟是谁呢？跟着我去看看就知道了。Let's go。停完车，已经到了西门町。我们准备先去跟那位 YouTuber 碰头。Let's go。我们看到他。请问是 YouTuber 鸡腿吗？耶，鸡腿。然后今天是还有一个特别任务，是要来跟他领我的礼物。对，因为呢，鸡腿在他的粉丝团办了一个活动，然后我抽到啦，我抽到啦。我会带着鸡腿的这个蝙蝠侠呢，去我的大陆行，就带着鸡腿一起出发。OK， 那我们就准备去我们今天要拍摄的地方。Let's go。OK， 我们选择来按摩的地方叫做东方主体。那有很多很多的旅客呢，不论是大陆、日本、香港、韩国等等等等的旅客来到这边，都会选择来到这边来按摩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去看看喽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准备要拍摄今天的合作影片了，记得这支影片会在鸡腿的频道啊，对，大家记得去鸡腿频道看 ，OK？ 哎，他明白了，你明白了没有 ？OK， 我们已经按完了，我们来欢迎东方主体小黑哥。因为我的频道里面会有很多的，比如说大陆的朋友或香港的朋友，通常都是哪一些地方来这边弄这个东西？韩国真的是很舒服，因为我今天刚好落枕，找一家就好，找一家就好，全都是幻觉，吓不倒我的。那有机会呢，如果来到西门町，记得来这边体验看看按摩，谢谢，拜拜。Call me on my我们呢，刚刚已经按摩完了。竞赛的过程跟结果呢，就记得去到鸡腿的频道看啦。那我们现在要先去喝杯饮料 ，Let's go， 小歇茶亭。好了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它的薯条，还可以啦。他这样子一盘要150块，行啊，土豪，这里有个土豪。Smoke weed every day。今天呢，鸡腿要先离开，很开心能够跟鸡腿一起合作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是一支合作影片，所以说有一支在他那边，一支在我这边，就是现在你在看的这支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鸡腿的频道的话，记得赶快去他的频道看看哦。鸡腿。Yeah.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。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分享。SN TV 每晚上9点都会准时上传影片，在上面的这些平台里面也都有 SN TV 的相关频道，所以如果喜欢 SN TV 的话，记得也可以把它点来看看喽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啦，明天见，拜拜。